Welcome to my vlog。 这个地方是很特别，它是以摩洛哥风格装饰打造一个富丽堂皇的豪宅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带大家来观赏一下这个豪宅，只是持续一个月而已哦，不要错过哦，真的很漂亮哦，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里打卡哦。虽然现在没有机会出国，但是有机会体验到异国风情的风格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新的观众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哦。走吧，带你们去逛一逛，走一走异国风情的摩洛哥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新的观众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还有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哦。谢谢，下一期见。